保良局一直以来照顾基层及弱势社群，积极推动扶弱共融工作，为社区注入希望及正能量。青年人是社会未来栋梁，保良局以青年共建及社会创新理念，鼓励青年回馈社会，开创未来。透过亲身服务的体验，可以让青年反思弱势社群的需要，加深对社会问题的认识。提供培训，为青年装备领导技能，包括需要分析、活动策划、解决方案构思、演说技巧等。汇聚青年创意，以行动实践带来转变，提升社会共融，与青年共建未来。保良局青年服务需要你的 like 和 share， 请支持爱心建保良地区筹款，为我们打打气。 Yeah！